肇事其家属，肇事其家属，赵太太，我都叫你半天了，你怎么都不应声啊？你先生开完刀了，快跟我来。我就不是赵太太，也不是什么家属。赵世奇的家属。哎，我是。是你。来，先喝点咖啡。谢谢。赵先生送来的时候，情况比较紧急，但是你不用担心。手术的状况一切都很顺利。其实齁，我跟他没有关系啦，我只是刚好看到他不舒服，然后刚好在他家，所以我就反正你不要误会，我跟他只是朋友，其实也不是朋友。跟前夫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，毕竟我们夫妻场嘛。不是，我的前夫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一个。抱歉，我不晓得有这么多个。不是啦，我的前夫只有一个，不是这个，是另外反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复杂，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复杂，是真正的那种复杂的关系。啊，我真的讲得很烂呢，我越说越复杂。没关系，林小姐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解释，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才会懂。反正重点就是呢，我不是赵太太，我也不是她的家属。OK， 好，无论如何呢，我们有责任跟陪诊的人解释一下病情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们追吧！